大洋哥不亲大洋嫂粉丝就不买红酒啊，不亲不买。他们说不亲不买。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因为他这个觉得这个大庭广众之下，46万人看着他亲，他肯定不好意思了。对，但是你让他大洋回家，宝贝，那能讲？那我回家我给你贼你亲真亲。我 be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嫂子有念经，不亲不买。嫂子是什么少念经？我的妈，我都急了，你不亲我来呀？干嘛？滚滚滚滚滚！我来跟我媳妇亲，你别误会啊。对，我也没看，我也说话呢，我也没有在很多人面前亲过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你们俩亲吧，我也不好意思。你干什么呢，你？哎呀，我真是服了。我就心想，你个杨伟，你把在我们村这里行吗？那你别站那么近啊！看着你眼，看着你恶心眼睛。不看，不看。你未必亲完了，不是，我以为你亲完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们这嫂子在我的旁边，还不好意思。一些我帮你，也不要你帮兄弟啊。静一下，影响不好，听到没有？影响不好。他们说根本不给亲，你说不说我在家亲过你没有？不是吧，我是怕带坏了。看到没有？那个这边有学生先出去一下，行不行？服了你，是这样，怎么老搞呀？卖货了。小嫂在哪？小嫂去川西去了，是吧？你看这手里面，这样一搞，我现在我能用屁股颠瓶子，就是这样，你放到我屁股上，我可以颠，很厉害的，要颠飞了。对，能颠好几个分子。来表演一下。我是想告诉你一声，那你放在里面就行了。你放在里面，它就会嘟嘟。哎，对呀，那我有皮，你看我有皮。你想，我有皮啊！你看，我就，你看我很文明，你看，对，你看放到这个坐垫底下，是吧？你看这手里面，这样一搞，不一个样啊，你看，是吧？你非要这样干嘛呢？执意的 AD 干。里面有400啊，400瓶，20瓶。大家日期给大家说了，一月份、2月份保质期，9月可以洗脚吗？这个回家给妈妈说洗脚，你妈妈会把你锤死啊！哎呦我的黑！哎呦我的黑！我的黑！奶香饼，你们去吃奶香饼，奶香味儿，闻到了没有？看好香，奶香味儿，奶香味儿。变魔术看了，这个袋子是不是烂？这个袋子现在是不是烂的？对，我把它复原。看好啊，我手上现在没有袋子，好吧？这是袋子吧？看好了吗？这个纸，看好了啊！变个魔术，这个是烂的啊，我把它复原了。看好，首先，飞机，然后，丢，然后。到底变没变？我操！你一定沾的鼻屎，没有没有啊？这个是奶香饼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奶有多香啊！这个奶非常不是这个面包非常香啊，一股奶香，吃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娘哎！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好吃的馍了，哎呦我娘哎！哎呦我娘哎！你看。哎呦嘿！哎呦嘿！好多年没有吃过香馍了，还有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馍了。哎呦喂！哎呦我的嘿！哎呦我的嘿！我的嘿！哎呦我的奶什么奶？哎呦我的嘿！哎呦嘿！来，两个资源，19.9，好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。13个，17个，18个，27个，28个。奶香饼，大家吃早餐，我们一定要吃早餐。我们如果早上没买的话，这个就很方便。哎，来一个。你要做什么？
蔬果园的洗衣凝珠，大家都知道很贵，这个是15天留香，你洗一桶衣服，你放一个就够了。这个是稻香科技，稻香科技，这个是除99%的除菌除螨，这个是8倍的清洁力，所以咱们放一颗就可以，你一桶衣服你就放一个就够了，自动降解。它这个能堵住穿衣机吗？兄弟，你要穿，你就穿吧，好吧，你怎么穿都堵不上了。你拿这个怎么堵啊？你那个那么粗啊？你是牛还是大象还是金鱼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你堵上去了之后，它是可以溶解的，对，懂吗？你别堵住之后你，你以为堵住了，你穿不了鞋了，结果你挂了。这个可以治便秘嘛，兄弟啊？你去找医生，你去买香蕉吃香蕉能治。我这是洗衣凝珠，它怎么治呀？比屎香吗？兄弟，你强。你要是见过那玩意是香，兄弟，我叫你一声爷。对呀、啊，他怎么会香呢？我这个就算臭，他也不比他臭吧？他也没他臭吧？哦，你去买西医，你能买到香的，能买到臭的，一个味道的。哎呀，你问的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正不正经，正经公的母的，这分什么公母呀？你为什么要分公母？你要拿回去你要做什么呀？你要做什么？今天我们做个实验，我给你看看这个锅，给你们看看什么叫不粘锅。你再放一点吧。我操！看好了啊，好，干了吧？干了，可以熟了，我们现在吹起来。好，看好了啊，兄弟们看，渐进奇迹出道了。这个啊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大杨哥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大杨哥来。瞬间就给它吹起来了，看来。哎，兄弟看，吹起来看到没？啊，这个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你这样，它这个是，好，它这个是粘上去了啊，这个锅不坏了，兄弟啊，来下一个来过来点。他娘的，还真是个天才！非常抱歉啊，刚才那个，不粘锅，咱们锅没有实验好。今天想着看，你让我来煎，好吧？你看，一定不粘锅啊！好，兄弟们看啊，现在我们把这个鸡蛋倒进去，冒充大姐。看好了啊，什么叫不粘锅？接下来我一吹，它就砰飞起来了。好，没事，马上起来，该我了。我这个最近感冒，你们听到我嗓子也哑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让大杨哥来吹。他的气量很少，你看我啊。我的心中只有你，对你无尽的牵挂。爱上了你，请你嫁给我吧。你看，是不是刚才吹起来一点点？对，刚才吹起来一点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啊，对。好姑娘，真漂亮，我耳朵已开花，为了你画个唱，那就是我们的梦想。好姑娘，真漂亮，你的热情像太阳，都照在了我的心上。他这个。好姑娘，真漂亮。这个啦，这怎么回事了？今天我们俩都感冒了，我们两个这个气量不足啊，